刚刚结果出炉之后，开放核实进口议题再度浮上了台面，而且呢，这个立法院还有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再度邀请了驻日代表谢长廷报告。不过，人在台湾的谢长廷仍然没有出现。我们党立委陈以信就说，来立院被询是谢长廷的职责，不过他却屡次找借口回避监督。未来是不是会偷偷摸摸回到日本突袭，宣布开放服饰进口呢？是本会期外交委员会的最后一天啊，那本会排定在国防部公务预算审查结束之后，邀请驻日代表谢长廷到会，来针对我国对日关系以及日本福岛五县市食品进口的争议啊，来进行报告。那么外委会邀请驻外代表、驻日代表来会备询啊，是我们的职权。身为驻外代表，在台湾到立法院来面对国会、面对国人，这是属于他的职责。但是我们不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外委会一再的邀请驻日代表谢代表来到外委会，但是他却始终借口托辞，各种理由不肯来、不愿来、不能来。那这样子回避国会、回避面对国人，到底背后是有什么原因？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福岛五县市进口的议题正在政府里面正在进行规划。如果说在谢代表人在台湾的时候都不能够面对国人、不能够面对国会，是不是他偷偷摸摸回到日本之后，很快的就要来宣布对日本福岛五县市食品的进口突然开放？这蔡政府潜力已经我们已经看到，在去年的8月28号，他也是用突袭的方式来宣布开放美国莱猪能够进口。未来他是不是要循同样的方式再来突袭，来开放日本福食的进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国人都非常的关心，朝野各党也都非常的关心。也因此我们外委会基于职权邀请谢代表来，但是他却基于职责屡次都不肯前来。如果今天下午他仍然不出来，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他谴责。立法院外交还有国防委员会之前邀请回台湾的驻日代表谢长廷来列席备询，不过谢长廷请假缺席了。而这回呢，本会期的最后一天，谢长廷又缺席，立委赖世葆痛批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好大的官呐、啊，官位好大啊！我们宪法规定，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相关的官员有到立法院备询的义务啊，他现在他们认为已经一党独大了，一党独裁了，为所欲为，该有的监督他也不被监督啊。谢长廷在日本的一些的言行，他看得清楚吗？他不是住在日本的代表。他是帮助日本的代表，啊，其实请他认清楚啊，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派到日本的代表，要替台湾讲话，要回来向台湾人民所选出来的国会来备询、来报告，这是他的天职，不可以用任何理由去闪躲，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行为。日前，高雄二宝妈遭酒驾撞死，丈夫跟两个女儿重伤都还在医院治疗当中，引发了社会议论。高雄市政府29号晚间发新闻稿表示说，高雄警方要严格取缔酒驾，加强现场搜证，以便法院从重来量刑。高雄市府表示，酒驾者如果有罪，判决将派到殡仪馆劳动服务；累犯者将是情节严重性，勒令限制住居。酒驾者如果经过劝导还是执意要开车，而且不连续冲撞的行为，将会敬请检察官视情节，以具有不确定杀人故意的杀人罪来进行侦办。希望中央法令法则可以适度修改，用完善法令法规来遏制酒驾歪风，不要让憾事再度发生。不过呢，酒驾事件最近一直频传，内政部长徐国勇呢表示，从即日开始要实施扩大的取缔酒驾，各个县市警察局在不影响原警休假情形之下，调整勤务，加强扩大酒驾临检，每个县市都会动起来。我想由各个县市的警察局哈，然后在不影响我们原警的休假勤务等等的
那我们调整勤务要来加强扩大酒驾的临检，好，那每个县市都会动起来。所以是即日起就开始。对对，就马上就开始。对对对。那有人喊着要公布那个酒驾公布名字，你怎么看？酒驾公布名字是这样子的哈，当然这个就由检察官，因为酒驾这个就违法行为嘛哈，这个会移送地检署。那因为这个牵涉到侦查的问题，那就由检察官来依具体状况由检察官来决定。